家好，俺是英雄熊二，拯救世界是俺的使命。熊二，快醒醒！你做啥白日梦呢？啦啦啦啦！终于舒坦了。这是个梦，梦醒了。熊二，他现在在哪儿？给外星人抓走了。外星人，地球都会再次陷入可怕的灾难。黄色大狗熊，真是太棒了！熊二，快！熊大，你就是太护着熊二了，你这样。熊二永远都长不大的。是俺笨，俺蠢，俺把事情都搞砸了。熊二，你是我见过的最胖最憨，也是最善良勇敢的熊。熊二。